Ты его не держи.不管你跑不跑，想什么都干什么。神奇，然后评论呢说奇怪，这个人核酸是怎么做的啊？一做核酸不就露馅了吗？郁郁29年还光明正大，还做保安队长，这系统漏洞也够厉害的。强奸犯还敢去学校上班，真得替那些女学生担心。29年了，办案效率你够高啊。学校是怎么政审的呀？这不忍狼入室吗？都坐牢2年了，怎么可以逃的呢？